我和老公最近正在冷战，前几天我被安排去外地出差，本来挺不放心他一个人在家，没想到老公亲弟弟结婚，他没办法请假回家，我这才放心出差。当天夜里公司给我们安排住酒店，我累了一天躺下就睡着了，半夜里突然传来一个男人的哭声，真是嚎啕大哭，还不住的求饶，声音实在太大，我都被他哭醒了，我想投诉来着，起身的一瞬间我愣住了，这声音怎么那么像老公，我心里咯噔一下，悄悄开门去看，这一看我差点被气死，在我房间对门，我老公跪在地上被打得鼻青脸肿，一个膀大腰圆的男人站在门口，还有一个衣衫不整的女人躲在那个男人身后哭了，很明显老公偷情被人捉奸在床了，那个男人让我老公拿50000块钱，不然就告诉我。我老公先是大骂，后来被那个男人踢了两脚，跟着点头同意了，这一幕我都已经用手机录下来了，我不是心疼他，我心疼我那刚准备好的首付钱，我气得冲出房间，老公和那两个男女都愣住了，我就说了一句话，我是他老婆，我已经知道了，我俩以后的日子也不用过了，要钱没有要命，随你们便吧。我老公大吃一惊，我却转身关门不再理他。结婚3年，为了买房我都已经省吃俭用到一定份上，他竟然没良心的出来搞女人。我立即把视频发给我公婆，告诉他们明天我俩就离婚，老公净身出户，我才不管明天是不是小叔子婚礼，我也不管老公被打得杀猪似的狼嚎，这样的渣男该有这样的下场，大家觉得呢？